Hello，大家好，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新的产品，是德国的 Healy 产品，它这种算是健康的产品，美国 FDA approve，它是用全息量子纠缠的概念产生不同的频率，了解个人身体的震动。来达到身心灵和谐的治病效果。我大致把它介绍一下，因为它是会改变你的身体的微循环和那个微电流的，所以就是一个能量频谱共振仪。现在我们注重的是微能量。它是用微电流的，那我看中的是第四代产品，就是它可以看 aura 就是人的那个七个 chakra。你看，一般相片来讲，机器看的跟我们眼睛看的不一样，我们可见光才4%。那机器看的话，它除了看 aura 之外，它知道你各种身体的缺陷，看怎么样，哪边失去平衡。它用的是14.4万种频率，然后有120种以上的那个功能，它可以加这个功能呢，都是加在电脑里面的。它其实硬体就是这一个，但是它有不同的软体，就是它这个你来了以后，你可以 install 在手机上面下载。这个城市和蓝点，我们叫蓝点和红点，蓝点比较高阶，可以远端就可以帮人家调它的振幅，调它的需要。那红点呢，都是需要连接一些垫片，它连接可以连接到你的痛处，它可以治疼痛，然后有好多 program 可以来调整你的不同的频率。它用的是你的人体的。一个就是一个微能量的场，它注重的就是它改变的其实就是细胞膜电压，就是它用微电流改变到这个，它就是正常的是-70 millivolt，那你有问题衰老啊，哇，它就会减少。那这个东西呢，Healy 就会增加，让它恢复到接近70 millivolt。那你就会觉得身体舒服。它就是针对这个电位，这个是细胞膜，因为离子的穿梭呢，会有正常的电位。如果生病了或者有阻碍的话，就没有那么好的电位。那简单的话就是线粒体里面有 ATP 的那个大量的能量在细胞内、细胞核内，然后。它这个产品已经是证实，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医学的实验，FDA approved，它已经证实有可以产生5倍 ATP 的能量在某些的身体的细胞的地方，它就是医治和改变这种离子穿梭于这个细胞膜之间。这个跟我们针灸这一派，我师父吴奇。他在那个今年的3月13号，台湾办的中医世界，就是他的中医的那个论坛里面呢，他也提出来，就是这种细胞膜环境信号的传导，这个针灸的加上念力的话，可以让你的作用经过打破细胞膜，达到它的信号传导的效果。那这边的话也是它这个 Healy，它也是维持你身体在良好的舒曼波，最佳的舒曼波。因为现在我们太多高能量的电磁场，那这个会可以把那些你那些不好的东西都能清除，detoxify，所以它可以让你提升，它是注重你的身体、精神和那个。心灵层次的，因为它是可以做到aura 就是做到这种，人体的那个柴克拉。它虽然它有那么多频率，但是如果你忘的话，你会发现它每个地方用的频率是不是一样。
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研究。那所以我是大致的讲一下，它这个东西可以有，可以看你的那个能量场，还有你的心灵场，还有你的身体的 mind and soul 和你的 body local 的东西 member cell 一直打到你的那个细胞膜啊 bioelectronic magnetic field 都是在这个产品范围，这很有意思，它包括很多的 program。很多的那个程序，我就这是脉轮的。那我大致讲说，因为它有120种 program， 包括它可以用花精啊、精油啊、连中草药42种，它都可以。因为它可以 detect， 可以看你身体缺什么，包括缺什么氨基酸，缺什么样的盐，它还有易经的东西。很有意思，然后它主要的就是黄金周期。那我比较有兴趣的就是生物能量平衡一二和你的经络平衡一二，因为我们中医可以看经络，我那边有比如说有经络仪，就跟它这边是吻合的，它这边的检测出来是吻合的。那这边就大致讲说黄金周期。周期把你 detoxify， 把你身体平衡了些什么？这太多了，就是因为有120种。那我可以讲几个例子，我们等会把它 connect。比如说我一个病人他是糖尿病，那经络仪就是十二经络可以发现他的肺、脾和肝比较差，红线就比较差，力量不够。那我来把那个东西叫出来，看我们能看到什么。比如说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吗？就是我把它其他背光清一下。那主要就是说，这个是它的其中的一个模式。昨天我那个就是这个病人的话，他我们用这个用 Healy 可以量到说他的情况，可以看到他 detect 的结果呢，他的那个 spleen 就是跟脾有关，刚才看到的是脾跟肝嘛，它就可以 detect 到，它的脾啊、肝和那个脾跟 spleen 有关，是有问题的。然后另外一边呢，它的另外一个 detection 是跟。然后另外它肺也比较不行，这边都 detect 到，就是说 Healy device 能 detect 跟我们中医用的经络仪是完全吻合的。然后我们做了以后或者针灸以后或者做这个 Healy 之后，它就慢慢改变，因为是有见证，一堆人的见证，它九天就可以从糖尿病279的数值的因素呢，就是那个胰岛素的数值279降到109，就是只用这个 Healy 的东西。那我可以简单操作一下。如果说，因为它主要要什么东西呢？我先讲说我怎么操作。它可以操作，看你的 Aura 和看你的共振。那我按共振进去呢，你看这个添加人里面，如果我要添加人。他需要什么东西呢？他需要的就是，我可以选择人啊、动物啊、植物啊、组织啊，你可以为一个家人，为一个公司，祝福都可以。那能源的话，你主要就是要，能源的话主要就是要加入他的，
相片，还有振动记录。这比较，比如说我要帮我妈妈做，我妈妈在台湾，我所需要就是她的相片和生日，其他就没有了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情况。那我比如说我做一个长者，比如这个长者，比如说这位90岁的长者，那我可以选择他什么呢？因为他项目太多了，我可以 overall 的最下面这种第17种，有17种 program 的 test， 我就开始来分析他。他的情况是什么？我用我的手，然后这时候我会想着他的相片，就是一个投影一个，然后他超过50% 的就代表还需要做，他需要做 go 就是黄金周期，需要做这个 job， 他对事情啊，他现在大概比较别人没办法做事，然后他身上还有一些疼痛，还有 skin 上还有一些 biometric 的 balance too。所以我就直接操作，就在这上面可以操作。然后操作我可以操作选择时间的长短。那因为这是 demo， 我就做30秒，然后就开始送振动给他了。那振动完了，我们再做同样的事，就可以发现会不同，它的那个结果就不同。所以刚才做一个 demo， 就是说 VT， 就是刚才那个病人的那个糖尿病人的话。他跟我的那个12经络仪是完全 match， 12经络仪我知道他脾肝和肺比较不行，那这边的 Healy 查到的是一样。那我对我妈妈和对这个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的跟有那个痴呆症或者 mental， 他脾气有时候脾气比较因为年纪大身体不方便，有时候脾气比较不一样的时候，这边也都可以调整。比如说我现在调整我妈妈在台湾，那我就可以找我妈妈的，现在大概87岁虚岁，然后我就可以调理，我先看她的全部，但我可以也可以逐项，但我先看她的全部。那可以看到他需要 fitness， 因为他根本没办法起来。那 learning 的话和 mental 就是主要的，这就是说很明显。那有失智的人他就需要 learning 的地方都不行。那这个都超过50，所以是情况是我们需要常常需要帮他调整，因为他连着他可以把你选出你 system 120种里面他选出5项出来。所以这5项呢，就是其实你是一个中医师或者你是一个西医师，你也知道他需要是 mental 上面和那个 learning 的上面。那 go cycle 就是所有的 detoxify， 所有的那个清洁，还有他身上的疼痛 ，exactly 他都完全 detect 到，他也需要 fitness， 所以很好玩。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好东西，所以我是建议大家了解这个产品，这个产品的。好处呢，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医生，因为它可以检查，然后而且马上就调整。我们现在的人事物，所有的东西，像特斯拉说的，就是为能量、振动和频率，然后神是最大的频率，所以神的白光是包括所有的频率，所以神是或者是就是。高能者他是有能力来改变你的身体，因为他是最大的振动，最大的光。那我们有这个仪器，德国其实他们做事不马虎，而且很有意思的是，他们的东西还蛮喜欢中国人的东西。他喜欢经络，喜欢易经，他也喜欢中药。所以他，我还可以 demo 一个东西，就是他可以，查你缺什么 mineral， 或者你缺什么营养，或者你需要什么，他们有一些 program， 当然以后可能会 charge， 现在他有些是赠送，所以是跟大家介绍这个还不错的小医生，我先大致就介绍，不然我再看，再做一个他的，比如说看你身体缺什么营，这个维他命，第一种就是 digital nutrition。它其实有72种，然后比如说我看我的，
我缺什么第四种去学，他就会建议给你。那有时候就需要等，但其实你可以不用等，因为他这个接线也是有问题，对网络的接线，但是用好的 iPhone 可能就不一样，啊，这第七级的不算是最好的。iPhone 7的话，你现在 iPhone 12我看到就比较稳定，然后再做一遍。叫做 digital nutrition。他告诉你，他需要抗氧化剂。耳朵，我最近有耳鸣，还有精神上面的，结缔组织，大脑，抗氧化剂，老化了。呀，这很有意思。然后另外的话，你可以做 Aura。Aura 的话，就是他马上就看到你的那个算是比较精神层次，然后他还可以帮你解说。这是你的那个 Aura。我现在心脏比较不好，这个 Aura 的心脏就会显现出来。那你可以马上做，但你也可以先分析，来告诉你的一些比较算是特质啦。他这个分析很有意思，比较像是讲你的本质，在这个时候的本质，他会讲很多，你也可以把它变成 PDF 版。那主要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操作一下，比如说 demo 的话，就操作1分钟。那大致就是这样，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，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。谢谢大家。